一个粤剧学校，但系佢只不过系一个细路头。咁但系樊光咧，佢咧就系我哋粤剧界嘅一位领军人物嚟噶嘛，可以话系大难都拉唔埋。咁点解佢哋两个会搭档嘅咧？咁嗱，我又讲翻个秘密俾你听啦。因为咧，我哋今日嘅呢一场演出，包括听日嘅演出咧，其实都系由。比如好似阿珊珊咧，就點同佢搭檔嘅老官，咁佢就點咗師傅。咁啊，然後阿唐佩文咧，佢話我就想同阿丁凡阿凡哥搭檔咁樣。哇嚇！你真係大口氣啊！凡哥應唔應承嘅咧？咁啊，佢啊真係夠沙膽喎！佢就跟住問阿凡哥，凡哥話好咁樣。咁所以就有咗以下落嚟嘅呢一個配搭啦。咁亦都由此可見咧，其實。丁凡啊，凡哥對於後輩扶翼嘅呢一個亮節高峰嘅風格，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用熱烈嘅掌聲有請丁凡同埋唐佩雲為我哋演繹《痴夢》，掌聲有請。今夜是。
如此说，万。